咸噶，你是没有他自己煮啊。毛毛虫，我不知道是什么虫。毛毛虫，他应该觉得我很无聊，我也觉得他很无聊。什么东西？他不晓得在干嘛、哎，他到底是要吃还是在玩呢、啊？他中桃灾了、啊。没有啊，他就一直在爬，他故意让我录的吗？没有，他头掉在这里。那是头哈、哦。对啊，他中桃灾了。啊，可是。